开始了。搞烦了。换个镜头过来。还是吃的。他就自个吃的饭，蚯蚓他吃不惯。得了，这明天一天不要吃东西了，这两颗这么大虫吃。别让其他蚕看着，那么残忍，让他看着。知道他们知道这种命，放下去。吓都吓死。不吃了，不吃了啊。